于静，帮我看一眼。你瞎呀，没长眼睛。我不敢看。服了。找到了。第几啊？倒数第。哎呀，我的鞋呀、啊！你来看看是不是倒数？那都没及格了，我看他干啥呀？我及格了，我及格了，我及格了！我进前三百了，振宇，振宇，你看，我进前三百了。好，好，好。沈娟，看，你名字在哪儿？你不会比王一阳还差吧？沈娟，沈娟居然考进了年级前十，不敢相信，居然排在了第三名。我的神啊！哎，702分，谁说沈娟校霸了？明明学霸嘛，真是。就是。真看不出来她学习那么好。你成绩怎么样？成绩还行吧。能看懂吗？这公式。沈娟，这里该用哪个公式啊？P 书等于 P 总减 P 内等于 UI。我想说，其实我估计还行。沈同学，啊，你这叫考的还可以啊？是还可以啊。我没骗你。没有啊，我自己看走眼了。你生气了？我没生气，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现在开心还来不及呢。小林老师业务能力强啊，教出来的学生物理考了个满分，比小林老师自己还高两分。这次月考咱们班考得还不错哈，特别是沈娟和林礼金同学，两个人都进入了年级前十。来，同学们，给他两位鼓个掌。特别是沈娟，真是让我万万没想到，考得这么好，这还是我之前认识的沈娟吗？啊！我在月考前啊，特意嘱咐了林雨晶，让她帮着沈娟共同进步。你们都看看，这才是好学生的榜样啊！不仅自己考得好，还把这同桌啊带着考得更好。大家要多学习，好吧？行，那下面开始上课。咱们把书翻到第54页。三、四、屁股往下放啊。五、六，别偷懒。六、六，坐标准啊。六。哎，动作规范点啊，不规范一会儿弹脑门了。听到了吗？不规范要弹脑门的。哎。我刚做几个来着？六啊。什么六？我做十几个了已经。那没办法，谁让你不规范，而且不能边做边说话。坐。七、八、九、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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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。一分钟了，起来吧。轩爷能哄好林雨晶吗？轩爷好像没哄过别人吧？
说。哎呀，林雨晶呢？嗯，怎么没来给你补习功课啊？你那个学霸女同桌还没有原谅你啊？我可听说她连你脑门都给弹了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全宇变了？以前别说弹脑瓜崩了，你碰她一下都是找死。你看现在，林雨晶来了，啥脾气都没了。你不也变了吗？物理都考及格了。哎，去你的！我那是为了我的鞋。娟爷是变得有人气了。啥意思啊？你说他以前不是啊？娟爷以前一个人孤单惯了，现在有个闹闹他挺好的。不是咱们陪着他的吗？跟你说不明白。啊？云江，怎么了？对不起。你怎么突然跟我道歉？你不是生我气呢吗？还弹我脑门。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难道就因为我物理比你高了两分？因为你比我二。娟爷，我是说全班这道题只有你答对了，所以我想跟你请教一下。哦，它如果是一段电路，两端电势差呢，就等于这段电路中所有的电源、电势与电阻上电压降了再说，所以电势变化量是负的，电流呢也是负。谢谢娟爷，真没想到哎，娟爷竟然这么有耐心。那是，之前啊都是你误会了。切，当初还不是你传话最快。